再来第四条、第二页第一种鬼念下来，迦婆提或生恶鬼，一此众生于前世时以贪财故，为他屠杀，受故杀生，软割之肉，心无悲悯，贪心杀生，杀己随喜，造极恶业，其心不悔。如是恶人身坏命中，堕于恶道，受迦婆离恶鬼之身，站于地下五百由旬，从此命中忽然即往生于大部黑暗之处。二，若有众生受他祭物，礼具不还，生于彼处，不施之财，不以法施，不施无畏，若男若女，不行如是三种布施，常怀奸计，以是因缘生恶鬼中。有一种鬼，就好像在地底下那种，活在那个石油里面一样，所以我们每次念破地狱咒，也不是光地狱而已，就在地底下，那写了，五百由旬这么深，一由旬四十公里这么深，然后呢，在那边被油这样烫的身体关在黑暗的地方，然后那种烫又不会死啊，就是纯粹在苦的阶段啊。为什么？为了赚钱，为人家杀生，为人家切肉啊，在切肉还是杀生，那些没有悲悯心啊，所以能够杀的越多，赚的越多。有一次他们带我去看，他们都请那个小孩子还没有去上课，负责杀青蛙，杀青蛙啊，然后一天杀几只，然后他就赚几块钱，小朋友有一些零用钱，然后去上课了啊。那杀的越多，赚的越多，杀完以后还觉得哦，我技术不错，杀以随喜，所以因为造了这种恶业，那些没有后悔心，所以这样子的人舍报以后堕于恶道，然后就不自由了啊，叫迦婆离，就是全身被束缚住啊，在被火烧，还是被铁烧，被油烧，在于地下五百由旬。然后呢，业报完了，还要堕落大部黑暗之处，地狱。还有一种人，别人把钱、东西寄在你那边，结果你占有了，不还，也会生在那个地方。还有一种人，这三种布施要做：不施之财，不以法施，不施无畏。看到穷人不给钱，不施法施就是说你懂了道理，你不告诉别人也不行啊。所以各位要多印佛经啊，劝人家吃素啊，不施无畏。什么叫无畏？你看到这个动物在痛苦啊，人在痛苦，你要安慰他，给他药来是救他的命啊。所以若男若女，不行这三种。财师、法师、无畏师，常怀奸贪嫉妒，以这个因缘就会堕落这个祸生恶鬼里面。